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全国投资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的吴国宪正。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都在高档做震荡，那今天区间事实上不大，只有26点，中场涨69点，量大概在996亿。那当然现在很多人告诉你万点不是梦，我觉得不是那个问题，如果来到万点，当然它是有一个所谓的实质的压力，好，但是涨多的股票我告诉各位不要去追，主力做手他不是慈济，他不是善心家，他永远不会拉抬股票让散户做解套或赚钱的动作。那如果你是主力做手，你现在会怎么做？我问你啊，如果我是做手或是法人或是大户，我会买现在在低阶的股票，因为在10000点，散户是不太敢追股票的，好，即使敢追，他也是追强势股，他不敢去追去买那个在低档的股票。那现在在低档的股票，才是做手法人要买的股票。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这是一个所谓的操作股票的心理学。好，比如讲，今天你看到很多老师会讲这一档。GIS， 为什么？这种股票在高点啊，涨很高啊，要走讲这种股票才收得到会员啊，对不对？70几块、80几块，不会有人讲 GIS。GIS 一定是涨过100多块，所有投顾老师都有。那一般投顾分析人员他怎么带会员的？我先跟哥讲，我不苟同那种方式哈，只要快涨停板的就 call 买，如果明天继续涨就继续讲，但是跌了那就算了，叫会员买了就算了，啊套牢死阴道的代志，啊对了我就一直在上面讲我大赚多少大赚多少，只要快涨停板了我就追，我不屑那种方式，我在做股票就是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就是在低档买，我只是事先上轿，等人家来推我，因为它在相对低。如果没有人来推，我顶多不赚不赔嘛。但是有人推，我就赚很多。比如讲 TPK 40-50块，我在45块、46块我在买，最后一次加码60块，90几块卖光光。现在才有一堆人在讲 TPK。2474，可能我220买。涨到283，我全部卖光光。但是可曾一堆人开始在300块、290开始买。2049，上银我130、140、150买，涨到200块，所有的分析人员在讲，散户在买，出现利多，我200块卖。之前光学股，我阳明光28块买。涨到45-46块，所有人看好，我在卖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在买金星科，现在有没有人会讲金星科？不会啦，不会有人讲金星科，因为这种在低档的股票，讲这种股票收不到会员，但是我讲这种股票，它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，我可以让会员赚钱，但是我收不到会员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它没有过高，没有大涨啊，在节目上要讲。涨很多的股票才收得到会员，所以你注意看啊，一般的分析人员大部分都是讲涨很多的股票，而且都在讲绩效，一辈子都不会错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我带会员，我只知道在低档买，我只知道在低档买，我会不会受伤？我受伤的机会很少，顶多小套一下。但是呢，我获胜率达到8-9成，所以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哈，探钱而技术你找我，探者博价是交道是算话，那边来找我，你去找每天都大赚的，那种每天都大赚的，你对你股你输多济啦，了解吗？
所以我收的会员一般来讲程度会比较高，然后呢都是想要赚钱跟学技术，想要在低档买的，不是那种赌徒式的，了解吗？啊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谈谈，我一直跟各位讲，加权指数，我有带棋子哦，但是我不像很多老师每天在棋子上面都是大赚，我偷偷告诉你，他们的做法就是，抠一大堆的点位买进，抠一大堆的点位卖出，然后节目完了，只拿他抠给会员的一大堆族群哈，最低的那一张低点，他说我买在低档，还有空到最高的高点的那个抠讯，就最高跟最低两张拿起来，了解吗？然后他就是买最低卖最高，那你不知道他的做法就是告诉你，欸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哈？每天抠一大堆，可一开盘就一直买了啦，一直买了啦，甚至买到最高点呢，了解吗？然后一开盘也开始空啦，一开盘开始就空，一直空，沿路空，然后一开盘就一直卖。注意哦，我已经在告诉你如何分辨老师哦。那把当天买最低跟卖最高拿出来，它永远对。其他的一二十通call讯都不算，那你参加那个老师干什么？你不要那么笨好不好？每天都对，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哈。好，那我都事先预告给各位哈。来，比如讲，4月28号讲5月2号，事先做预算的，正对收向上在这里，双关价上限在这里，正对低向下在这里，破双关价在这里，所以4月28号我跟你讲5月2号。是这样，老师今天完全呢走山呢，完全招晶体的走中啦，我不是告诉你吗，我有事先预算的技术，我就可以做调整。这什么调整？如果你上过技术班，你未来就会，你未来就会，没有预算你就不知道怎么调整，能够预算你就知道怎么做调整，那你自然就知道高点跟低点在什么地方，那也就是告诉你，你在从事指数上面的操作，你不会没修，你知道吗？你会有胸有成竹，但高点在什么地方，低点在什么地方，这是我教会员的方式。啊，我问你，你怎么做？你是看到涨就追，看到跌就去砍呢？三走四唔丢，十走高停顺呢？对不对？追涨杀跌，对不对？一直走，一直一直输啊！哦，啊，领导金山银山，领导开台湾银行，我都无法度啊！哦，好 ，OK。那我们怎么做调整啊？哎，比涨今天开盘在这里，跳空上开，我用加权哈，9:05这5分 K， 跳空上开，好，跳空上开，哎，跳空上开，我就知道很多人跳空上开就冲进去买了。那你就要去算呢，它的高点低点在什么地方，你看到 B 跟 K 棒就晓得了。哦，原来今天的一个时候的高点大概是在9941，低点在9925，9951，9925，这小数点差别哈，9924，9941，今最高9951，最低9925。好 ，OK， 怎么算？怎么算？没看到对不对？这个低点是多少？请拉近一点，9823，这高点是多少？9897，这高点9897，好，来。计算机给各位，98就去掉了哈。好，9800就去掉，97-23等于乘以0.382，再加9897。有没有看到？9925。
好，差距一点，你们怎么给搞了哈？来，再来 ，once again 哈，九八二四哦，来，再来一个，这个高点九八九七嘛，九七减二三等于乘以点六一，再加九八九七，九九四二。所以你懂的话，你就知道今天这里是低点，这是高点，听得懂吗？这是港股啊，就是港股啊。好 ，OK， 那这种，只要是你是我会员，啊、最少上过中级班以上的，啊、中级班以上的，好、啊，那我就教各位，好、啊，就比如讲，你看电视节目，叫你追高的股，你看了这个老师都在讲要追。涨很多的股票，其实我跟你讲啊，我也可以这么做。看到快涨停的，就叫会员进去买。明天继续涨，继续讲；明天没有涨就不要讲。啊，散户会员套牢，拎刀的逮鸡。而我不屑做这种动作。投顾老师，像我这种样子的200多个分析师，你找不到三个了。我是其中一个，我都是在低买啊。好，那。我是跟你讲说，我们事先做预算，你要预算，你要些功夫。来，比如讲，如果你参加赖族群，这加权哦，我加权可以算，我就可以算棋子哈。今天在这里，我算出明事先算出明天的三关价。这如果你加入我赖族群，我大概在1点半到2点一收完盘，我就给你明天的三关价。事先算的，今天在这里哦，我算好明天。这三关价现在很多人在用，对不对？这发明者是郭宪政呢，这叫双关价，这我发明的。软体业者还没有解密，今天在这里我已经算到明天了。这个叫扣高低转折，只要是你是我会员，我会教你怎么去算。那你参加我赖族群，我就事先告诉你。你现在在这里，我看到我事先算不是会到这里，而是算出它的天花板、地板、天花板，扣高形成线上线下空盘，扣低形成线上多盘，听得懂吗？扣高上面有天花板，上去要 K 它，那扣低代表底下有地板，那也就是在跌势里面散户看不好，你算出有地板，它反而是买点，所以它的方式刚好是低买高卖。高点，但是一般做指数的投资朋友是见涨追，涨势你去追，但是我算出天花板。那在跌势的时候，你砍掉，甚至去放空，那我算出地板，我会买。所以我的方式跟你不一样，啊，一般的方式一样的，散户看法一样，都是输钱的，听得懂吗？做顺势单的大部分都是输钱的一边一方啊。听得懂哈？好，或是你看到人家每天都事先都拿扣讯单给你讲说，他买在低点，卖在高点，那是发一大堆买讯啊，低点就每隔10点就发一通扣讯，然后每隔10点的顺便发一通扣讯，要空，然后呢收完盘把最低跟最高的拿出来，我今天就在低点买，高点卖，他就告诉你他不是在讲绩效，他没有在论述绩效。要规避法律责任，听得懂吗？大刚刚丢，卖戆啊！你那戆，他没白上哎。那会员都跑到我这边来了，因为呢，跟着我可以赚钱又学技术，而且我的会费比较便宜，而且你一辈子受用。听得懂的请举手。那如果想学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谈谈。明天怎么做？5月2号，我们讲5月3号，那当然是前提，你必须要先会算三关价，事先预算的，你必须要会算双关价，你必须要会算三转折，你必须要会算五转折。我这个都是事先算的哈。我
你看得懂看不懂，看不懂你看不懂是才厉害。金在这里对不对？加权那一样可以用台指啊，未来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，技术分析没有事先预算的你不要学。为什么大家都懂得技术分析，都大家都输得很惨？因为散户都是这样子做，大家看法相同，大家都是这么做，就是这么输，了解吗？好，那我跟各位讲，五月六号这个礼拜六，我们针对技术班，不管啊、你是不是会员，如果你现在不是会员，你想学习技术班的哈，我跟各位讲哈，我大放送了哈。本来我们初级班是在6000块，中级班是在10000块，那我这边哈，干脆这边哈。废话我不讲多了，就是直接初阶跟中阶的一次收10000块，然后我教你最基本你都懂，好、哦，我不会鬼扯，好、哦，我不会鬼扯，对你绝对是有帮助，才50点而已啊，你打没气吗？慢着削皮嘞，我降低门槛，让你学习，你可以一辈子受用，那你就应该行动。那你如果说不想学那没关系啊，你每天就是50点一直输啊，输到没钱的时候才想到要来找郭先生学，那我嘛不懂，我不懂，所以我常在讲一句话，做投顾老师是我的副业，跟事先预算的技术是我的正道，技术分析没有事先预算的，全传统技术分析没有事先预算，都是灰加鬼加崩逼啊！我都是事先做预算的，有没有效你自己心里很清楚。需要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的，啊、哦，这个礼拜六，啊、哦、的技术班，啊、哦，你只要初阶跟中阶一起给你上，只要是10000块，只有50点而已啦，啊、哦，那对你很有帮助。好、哦，想要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的。最广告中时的电话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你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好，5月6号礼拜六啊、哦，台北技术班啊、哦，初阶6000啊，初阶到中阶10000块啊、哦，先抢先赢，额满请等明年。那座位有限啊，速拨02389-8689，02389-8689，只要10000块，你就可以上初阶跟中阶班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哈夫妇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。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头部卓越理财团队，整合优势资源。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，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，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啊，阿婆，你电话啦！快点，这边要接啊！真紧张啦！好啦，我叫你老板，老板。啊，你看，这是阿婆跟你帅哥干阿孙啦。喂，乖孙，来比你手机来滴。阿妈，你是去等位啦？今麦看等位拢嘛用看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分享幸福更 easy。善用三 C， 幸福三 T， 教育部关心您。
好，我们来谈一下 GIS 叶城。我不会去买这种股票啦，我怎么就逃个怕哎？涨那么多才在买，哦，好 ，OK， 我们做一个所谓对照哈。叶城它是做触控面板的，对不对？它跟 TPK 一样。那 TPK 我们在这里有买，这里有买，我这里全部卖光，哦，在九十几块这里啦，没有到这边啦，但是这里一百块以上是很多人在买。我习惯动作就是散户在买的时候我就给你，因为散户喜欢追高，啊。我这里买，这里买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啊，哦，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哈，哦。我大概是在这里九几块卖掉。好，那六四五六 GIS， 今天如果是在讲 GIS 的，那你对他这个人，这个分析人，你要给他打一个大问号，哦。你为什么不在这里买？不会在这里买啦，都在这里买啦，啊，哦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要看这一档。这档叫富金通，那看一下它的新闻哈。四月上旬的时候，触控面板淘汰赛近尾声，市况好转。那我们这样看哈，这就讲触控面板的哈。成龙，对不对？它涨上来我就开始卖了，这种利多出现我就开始卖了。GIS 去年度每股盈余9.39，中环集团的富金通。每股盈余5.01，好 ，OK， 那你想 ，GIS 是在这里，富金通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在这里，它在相对低，GIS 是这样。这样是这样，去年你刚好看到嘛哈，六四五六的 GIS， 哎，六四五六 GIS 在9块多，3623的富金通是5块，那看一下股本哈，用这个还比较快，富金通股本3亿 ，GIS 的股本30亿。GIS 的股本是富金通的一倍，对不对 ？GIS 涨很多。如果你是主力做手，你会未来会买富金通还是买 GIS？ 听得懂吗？散户会买 GIS， 内行的法人他会未来会来买富金通，所以我先上车。听得懂吗？啊，哦，再来看一下。联发科毛利率创新低，今天反而涨，反而涨。那你就要看这一档叫金星科。金星科，我在哪里买的？我在这里买。4月18号，我4月17号告诉你，我4月18号要买。啊，哦，来。那我怎么买它的？我买的时候我就告诉各位，我说散户不会在低档买。做股票哈，不是在捞股票啦，恁在捞捞捞，恁到金山银山那捞个不完。我来讲，128块在附近的西北，最低125。然后我买的时候就已经，郭先生都事先做预告的。我没回家，鬼叫崩逼啊，对不对？他做矽制材的，联发科子公司，矽制材是收权利金的，不是整set都出去就没有，他等于收租金呐，啊，所以他未来会越来越多。他本来只有十几家，他现在有200多家，权利金呐，啊，哈，好，4991，那这叫环宇，环宇高点是在这里，这里不会有人讲。那我在这里买，我在这里买。当初请各位买的时候，你会买吗？多底区不会。第二次再跟各位讲，4月18，我没买，有，我没买，有，买家
买家现在在这里，那这两个点我买的点，各位看官评评理，是在这里。我图缩小，散户不会买低点呢，散户都在赌博啦，赌光输光为国争光。我一向都是买低档，我赔钱的机会很少，跟走就是赚钱学技术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尤其你做指数的，你就跟着我，啊，然后呢，技术班的部分五月六号开课，啊，初阶跟中阶降低门槛在10000块，以前贵死人了，没有看到很多人输得很惨，我看到很多人被骗得很惨，那你就来学，你未来会变高手，在10000块50点而已，哈，需要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的，哈，啊，或者说参加 LINE 的，好，最广告中时段电话。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好，这个礼拜六技术班，好，只要10000块，好，初中阶速播02389-8689，02389-8689，座位有限，尽早报名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其他客户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头部卓越理财团队，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头部，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，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。花瓶底部盆栽底盆要常常刷洗，避免纹软附着。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，别忘了食文鱼。